他中间掺过屎，但是确实有这种，就不知道。我不是我的意思说，比如说你现在看下去不是可以，啥蒸掉了没事，蒸你觉得蒸掉了对你来说没事。甜，那你现在是什么？我想做一个好朋友，什么？就是很多事情他会找他会跟你分享，他会找你帮忙，这些都是很微妙的。就是在我小时候的话，在我的父亲，他就是一个父亲，他我没有想到说什么事情他可以帮助我什么，除了说经济上的，其他你很难想到说父亲这个可以帮我，那个可以帮我。但现在不一样，我跟孩子就是也在实践一种新的关系。还有就是我们家庭就明显的感觉比以前气氛好，比更加幸福，大家都开心。你妹子的东西你不要把它甩下来哟。就是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作为一个我的伴侣对我有什么用？但是现在我会觉得他很有用，这是一个区别，就是以前我会在想，他又不帮我带小孩，然后他也没有，就是给我带来什么样，比如说很好的陪伴啊什么的。但现在因为他有一直在带小孩，然后他又在家里面，就是我会觉得他这个人很有用。先收，不然太长了会危险。走，预备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们宝宝，我飞走了。还哪里？够不够？不够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，白胖你这么重。你知道那个举重冠军吗？就是现在有点两极分化，就是要么就是很传统，还是希望跟原来一样，就会很早结婚，然后很早的进入婚姻生活，然后进入之后呢，会把大部分的家庭，就是育儿啊，还有家庭责任啊，都放给，家里的长辈来做。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特别反叛，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去结婚生小孩这样，就可能他们会忽略，就是，男性对家庭的这个贡献。你想选吗？选一个。你想选吗？来吧。好了吗？